想想看，这张叫什么？海盗暴风山寨？怎么？哪里？我看一下这张怎么跑？这张好像是道具图哎、欸，我也没看过这一张哎、欸。靠腰，他怎么是无限氮气啊？等一下，他为什么是无限氮气？最后一圈啊，因为他只有一单圈，是不是？哦，了解。对啦，不是，因为这个是最后一圈啊，他是让三圈土化，这是最后一圈已经小鱼了，所以他一开就发动了。更智障啊！这是因为这个飞虫是这个新土是为了配这个飞虫啊，太好笑了。因为小鱼嘛，小鱼2600。啊！我怎么开这一台？等一下，我刚刚说换游侠吗？欸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样有趣一点，就是说，欸，这样，就是以后的那个土是不是都这个啊？以后刷单圈土就要用这一台车跑了啊，用这个飞虫跑了，一点了。左边一点总没问题了吧？好了，这把应该刷掉了吧？哎、欸，没有，三个而已。那我们直接跟他玩好了，我们现在第四名了。还差一点点，靠腰嘞！哇，那个弯就差那么多、啊。太用力！啊，拖不起，不想双甩了。跟他后半段那一个弯真的是难过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妈呀，太近了吧！哎、欸，出弯慢了，干完了。最后出弯尾数慢了，在他前面吗？哎、欸，劈了！哎、欸，我不是在他前面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够啊！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好了，我们超频了。Level 4的超频，我看一下加多少。漂移加4，哎、欸，为什么碰撞加那么多啊？不合理，不合理，这个太夸张了。集气加5，速度加5，好，试看看，看超完品之后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
为什么？哎哎哎！看我明明在他前面嘞、欸！他点还他上面还点小飘哎、欸！等一下，他弹了一下，他该不会是因为弹这个比我快吧？可是我有弹啊！还是我要跟他一样在那边甩下去点方向盘会掉速哦，对耶，好、啊，往右边点，因为我都往左边点嘛，要往右边点，好、啊，感觉前面好像要跟他一样甩我耶，算了算了，不甩。跑了多少六多？感谢各位观众，感谢小草，只要我什么都不要按。感谢感谢感谢，我破了我破了。这一关就蛮适合啦，如果第二圈半段的话就可以了。目前感觉还是翼龙比较强，我觉得。诶、欸，怎么这样？现在还没有啊？欸、是第一圈还是第二圈才有？啊，不能甩太大力，是不是？完了。来来来，五线单机啊！哦，这个很舒服啦，后半段。满满的氮气啊，兄弟们！舒服，舒服。不过它的缺点就是要断开这个甩尾才有气。